肉大东山买单的肉，三天在那个固定是收，怎么一回就没在飞，马虎飞我，俺得满年三天在就有就没外货。买单的格林哥们谋生的现在，我那没步道，因为台三十线，我阿是他们四公里前就到那步，搬到满天站，都有去没那只有那十个只只下一点。因为花莲林管处那边是9月24日。阿达布拉，我才那么等着，你阿就有花么等着呀？也是阿达来，我才做公路总局，阿达来么在现在做台三十线的奥古公司就用得呢。没有多少人在那么等着做，把他们以前在做贵阿伊，阿达拉说，也是么等着，都有几什么等着，没有那叫那什么字。也冇特别是没了，真的是个字，我们得了一公尺以下是没有意思。黑尾虎头蜂最危险的，攻击性的强蚊，它就是会绕兄弟来，一只你没有给它打死，它绕兄弟。范围它的区域性哈，就是范围300公尺，都很凶。还有尤其你哈，就是戴黑色的帽子啊，穿黑色衣服啊，喷香水啊，这个是最危险的。主要是因为那边刚好是登山口嘛，所以人群比较密集聚集在那边，然后附近都会有一些巡逻蜂，怕会扰动到，然后可能会被攻击。那确认以后，就是再请公路段那边进行协助我们封路，这样以防民众被蛰伤。我是说，每只做的东西啊，每单的怎么会忙的？那个固定啊，做啊，这次的上单子，毛飞的上单子就只有没有那么单子，那那蛮厉害的对手。因为林务局的花莲林管处，那明天那明天等着谋生的现在，我那边步道台三十线，阿这在现在么4公里处，我们等的都将在没了就能升个职。因为9月24日，阿们的来我才那么等着就来就有机肉走，多么是个在那不走，还在我才现在公路总局后，阿们的来么在现在台三十线，么子在现在么4公里就能到那不。温度高，它越凶；温度凉，它就不凶。哎，虎头蜜蜂都是一样，就是下雨的时候，它就不会追人。对，就像这样的天气好的，越像越凶。刚才他讲的那个，越凶越凶。嗯，什么人在那么远，200公里，他就扑你来追啊，很厉害的。嗯。我们大有的大庙大致吃着，我们等着的说，我们大把又是那现在做酒友，很久上等着做，也是那么等着做，没有办法去那酒友，我们等着我的说，好多买着我的，我们等着好不要符合，外面带手脚，我在六百家，没买着，我们等着那些阿不奈何没买着，阿歪不准便宜。